24小时挑战5个不同工种，马云，你是否敢接受挑战？来吧。挑战开始。挑战失败。挑战失败。直播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佳霞。行，那我们今天的口红直播要开始喽。我是口红一哥，我是口红大哥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国产。那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一支口红呢，是来自于我手上的这一支。首先，我在我的手臂上给大家试一下颜色，它的顺滑度非常非常高。我自己看的越看越舒服。大家记得买哦。挑战失败。挑战失败。请将包裹准时送达目的地，终极挑战即将开始，出发。失败过吗？当然，无数次。谁将首先到达现场？终极挑战开始。哇哦！哇，不知道这个挑战的结果到底如何？这最后的终极挑战是马老师率先到达呢，还是我们的专业人士继续领先一步？我们心中只希望是一个答案，马云，马云。对，因为他从来未曾缺席过任何一次的双十一的晚会。对，啊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举手啊，来了，哇，是马老师吗？头盔都来不及摘，争分夺秒到这个程度哈。你好，看身材。不太像啊，请您揭开头盔。肖大哥胜，你好，欢迎来到现场。你好，这个马老师他挑战失败了，不过他让我带了一样东西过来，在盒子里吗？哦，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红队队长，今天获胜的黄渤老师啊，打开。我一看今天这个马先生走得挺矫健，这里，哎呦，哎呦。一份合同，什么一张？我的天哪！
什么呀？太可怕！平地一声雷啊！这上面写着几个大字？几个大字？哇！我现在心跳的已经不行了。这上面写着啊，请看大屏幕。所有的人都赢了，只有我输了。不过挺好，因为这对我来讲也不是第一次。输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们的客户强大了，我们的合作伙伴强大了，我们的员工也强大了。这是我们自己真正最大的成功，是大家创造了双十一，也是你们的奇迹。今年是第十个双十一，双十一不是打折的日子，是感恩的日子，是厂商用最好的商品、最优的价格感恩我们的消费者。我希望在双十一大家能买到的不仅仅是商品，而是惊喜；抢到的不仅仅是便宜，而是创新；等待的不仅仅是包裹，而是快乐。双十一不是一个促销活动，而是一种文化的交流，快乐的分享，是一个中国人创造、全世界认同的节日。感谢所有参与双十一的朋友，更感谢所有的快递员、客服工作人员，所有双十一背后付出努力的是你们，没有你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奇迹。祝愿所有人双十一快乐。